即将步入婚姻，你的生活习惯有些让我难以接受。你经常晚睡晚起，还要拉着我去适应你的作息，有些让我难以工作。面对将要迎来的下个阶段，生活习惯还有婚姻琐事，我们要如何解决？你平时工作很忙，我们本就聚少离多，我还要和游戏争抢你的时间。不同地域的婚礼习俗也让我们的下一步十分艰难。你的言而无信更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惴惴不安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杨23岁，来自新疆，船舶驾驶员。小刘25岁，来自天津，幼儿教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谈了几年？将近2年了吧。将近2年，在新疆长大的。对，在新疆长大。开什么船？内河船还是大海轮？在来天津之前，我是在青岛，在青岛是开那种大货轮，拉集装箱的。哦，远洋船舶。厉害啊！对啊，现在是工作调动，刚好来到天津。天津港吗？对，天津港。还是开大海轮的？现在是开那种给海油干活那种三用拖船，就给平台送物资的那种。那这就不像以前跑那个远洋船一去去好久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基本是出海3个月，然后休息1个月。但是我们出去一趟可能是3到5天，但是靠港，你人必须就是还是在港的，但是你不当班没什么事儿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回家，比如天津本地就可以回家。哦，对，是这样。咋认识的呀？同学。你不是我们天津人吗？是天津人，但是我们俩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在北京那边上的，然后他当时也在北京那边。大学同学？对。大学就谈上了，还是说后来怎么又谈上了呢？之前没谈，就大学的时候就是认识朋友，然后后来去年吧，他来天津了才联系上。哦，然后怎么确定的关系呢？那个时候就是他追我。那个时候追我，觉得我什么毛病他都能接受，但是现在他就是觉得，因为他休假了嘛，这段时间我们考虑下一步，然后他就在我们家借住。我正常的生活习惯在他眼里就是他忍受不了的。哟，追到手了，挑刺儿了哈，什么习惯你忍受不了？说说。我是因为这趟休假嘛，刚好想奔着，因为将近1年多，将近2年的时间了，想往下走一步嘛，准备结婚嘛。在他现在的姥姥家附近，也就是他现在和姥姥住嘛，在这边附近打算买房了嘛，都已经手续办差不多了，就在盯着点或者装修啥的，所以现在房都买了。对，在他家借住，然后发现就是他可能还没有太准备好，就是步入婚姻。他咋了就没准备好？你发现啥了呀你？他因为他是幼师嘛，平常工作还倒挺正常的，但凡6日或者赶节假日，晚上熬夜熬到2、3点钟，早上也是一觉到12点1点，他不睡我也不能睡，他非得把我叫起来一块陪他啊看综艺刷抖音，熬到2、3点才行。上了班不就好了吗？他带着我也熬到2、3点不说吧，你说我第二天早上我得正常作息，我到那个点我就睡不着了，我得起来啊。再说现在就是我在他家借住嘛，那肯定也得各方面的得勤快点，比如说遛个狗啊。之前他就是一直姥姥遛，我过去以后我看他也不遛，光让人姥姥遛，姥姥年纪挺大的了。我连遛狗带买早餐呗，然后闲了没事把家里不是也一块收拾收拾，扫扫地拖拖地，收拾收拾这收拾那，洗洗衣服啥的我都在来啊。所以说我早上他不吃早饭，那姥姥吃早饭呀，我也是吧，也得吃口早饭，是是是，给老人买早饭，这也得起。我说你让我熬到2、3点，我天天就精神也不佳，早上起来反正也是挺累的感觉，天天的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说你熬你的，是吧，你别硬拉着我，我正常，我也不说多早睡，12点多这也就差不多，咱差不多就行。这是一方面。再一个，他是家里他一来也是不收拾，刚开始以为是指使一点，现在发现是根本不动，大手一挥，姥姥让他干点啥自己的活儿，收拾啊，说好好马上马上，一拖拖到最后还是姥姥给干了，我去以后就拖到我这儿干，心里很担忧啊。对，就是怕以后是真结了婚，俩人过日子，你说那会儿没姥姥帮了，没谁帮了，我万一再一出去回来一片狼藉，那短了行，长的时间就比较担忧。3个月不在家，一进门改垃圾场了，是吧？是我
不是不收拾啊，就是他平时不在家的时候我收拾，但是他这不是好不容易回来了吗？我就想偷个懒儿，而且我平时上班的话可能6点多就醒，然后也是干一天，然后就休息6日，赶上这段时间居家，我就喜欢熬个夜。就是你说，其实就是你现在在一个自我放松的一个休假状态，对，是吧？而且你的常态也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而且好不容易赶上他休假，平时我们本就聚少离多，我就想让他多陪陪我。我就喜欢晚上的时候俩人一块儿看个东西，吃口东西，陪陪我。他就晚上就得睡觉，懂就起不了。懂我怎么推他就不行。懂，明白。人家就想跟你亲近嘛，你就是不想搭理人家吧？你要干嘛？不是说不搭理我回来是吧？我们可以一起早上起来，人家就不要早上起来嘛。还没听明白？对，而且你看，他说我晚上不睡觉，其实他你知道吗？他玩游戏，一玩一天。我早晨吧，我2-3点睡，那肯定可能就起得晚了。早晨8点多拿游戏，踢米，声音开到最大，在我耳边。就想让我醒，就在我耳边咔咔打。然后白天的时候吧，他说他不是玩，但是只要是任何的碎片时间，我都能看见他在玩。是还是不是？性质一样的，他想我休假我陪他，我不也想我休假了他早上也陪陪我吗？我正常那个点我就睡不着，我起来了。他陪你干啥？踢米。他要起来我不就不踢米了吗？我们俩遛遛狗了，去哪儿溜达溜达了，都比在窝在家里好。晚上也能遛狗吗？哎呀，行，听明白了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习惯，有人习惯白天活动，有人习惯晚上活动，啊，白天活动的不理解晚上的，晚上的不理解白天的。他吧，其实他，你看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特别好，包括我姥姥啊，就是家里人都觉得他特别好。我们也倒没这么觉得啊。但是他其实就是性格挺爆的哦，就是尤其是就是做了什么决定或者开车的时候，哪怕他做错了，或者是开车开错路了，我说一句立马就急了。就是上次跟他去办社保卡的时候，就可能有点堵车，他也不太熟天津的路，开错了一个路口，我就是开错路口之后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可能你上个路口拐就对了，马上就那你不早说，就跟我发脾气，而且当时车速就可能就是生气嘛，车速一下有点快，我特别害怕，我就跟你说你慢点，然后根本就也没听。你这个说的有点，我没有每次吧，基本只有一两次吧，屈指可数。再一个那天本来就是自己也是因为工作上那边有点事儿，然后再一个是你指路是吧，你认识的路你看我不认识，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了，我不就该走了？那我哪次指路的时候你不凶我？后面还敢说话吗？行，知道了。你明确的告诉我，这男生的脾气好还是不好？你觉得？他吧，其实在我家里人和外人的时候挺好的，我俩可能有时候拌个嘴，我家里人都是第一时间是说我，但是我自己的时候吧，他其实有点大男子主义，就是要求我必须是按照他的要求，就包括其实性格啊，或者是作息时间都得跟他一样。他刚才说了想往前走一步，是就是要结婚，对吧？您是什么想法？其实一直是想往前走一步，但是往前走一步不得第一步先见家长吗？我俩到现在为止我跟他提了1年了，我想去见见他的父母啊，一直就是答应，然后有事儿，然后答应有事儿，拖了得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，就是不带我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拖。首先他这是见家长，他不是说单纯就过去见见我家然后见见我父母就完了，因为我父母现在在新疆嘛，他是想计划出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连到那边新疆转一转玩一玩，哎，然后抽个3-5天去我家见见我父母，是这样。如果说只是就是单纯见个面，那太简单了，直接就是让我父母他们飞过来。是啊，但是你又不是没有这个时间，你之前休假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每次都是我要考个证往后拖一点，我要升个证的级什么的往后推一点，就一直推到现在。真的是没有故意在拖，上次因为是我的那个船上证书需要更新。通过视频电话吗？通过。老人家喜欢你吗？可以，就是视频里面挺好的，但是就是一直没见过。再说我妈你不也是见过一面？那次因为我妈是要回老家，就是我姥姥他们在河南，我妈那次说是要回老家，我专门让她来天津这边转了个机，就是让她见了一下，虽然比较匆忙，但也是证明了我是想让她见的，要不然何必折腾这一大趟，从新疆飞到天津，然后从天津我
开车带我妈回她老家。听明白，女生介意这个是介意什么呢？你在揣测她娶你的诚意还是什么？一是有点觉得有点不安全感，不踏实。好的。二就是我家里人，就是因为马上谈婚论嫁了，然后我妈一直问我什么时候能正式见见亲家什么的。我从去年就跟我妈说，哎，咱们见面了，一直说到今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。本来计划我这趟回来就是抽空就已经让我们先开车回去，回去先正式见一下我爸我妈他们，然后等房子稳定了，让我爸妈他们再飞过来，然后把他的父母也约一块儿，我们正式见个面。房子什么时候装修好？再有两三个月吧。你的意思就是再等两三个月，房子装修好了，你的父母你就会把他们接到天津来，然后安排双方的老人见面，是这意思吗？他是这么说了，但是之前他已经计划了很多次了，我就是觉得又计划一遍，然后会不会到跟前儿他就又心里不踏实？对。还有啥让你不踏实的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两边讨论结婚嘛，然后到底在哪儿结？其实我们家不是想让我找外地的，就是天津女孩可能就想不外嫁。对，我做了特别特别多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当时跟我妈他们说的挺好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在这生活，在这办婚礼什么的，就是做了特别。人家不是在天津买房了，调到天津港了吗？人家不就是天津人了吗？后面他又跟我说，那结婚就必须得去男方家结，特别强硬，就是得去男方家结。嗨，新疆办一场，天津办一场，不都解决了吗？就想办两场。对，我也是想的，一边主办一场，然后来这边咱再办一场。我就不想两场麻烦，我就想办一场，我就想在天津办。办一场之后就可以出去玩去了。办两场中间拖的时间，我就不想办两场。因为我想的和主持人也想的是一样的。咱们我就是办两场，咱们在新疆那边办一场，按照我们那边的习俗。哎，因为他说天津这边是晚上结婚，我说我们那边哪有晚上结婚的。我说按到我们那边以后，你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，咱们中午办婚宴是吧？这是在那边办完了，然后咱们在这边可以按这边习俗，什么晚上办婚宴，然后什么吃捞面了。我就觉得中午办怪怪的，因为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，从小没有中午办的。而且我跟朋友说啊，我中午结婚，你们俩没事找事儿呢吧？你是没事找事儿呢吧，姑娘？不是。我现在基本能感觉到了，你们俩这个婚很难结成，你们俩是奔着分手而来的。今天当然他后面也有说妥协，虽然不是有点情愿嘛，他说那不行就听你的，回新疆办。那天津还办不办啊？不办了。不，你较什么劲呢？我就想办一场，我都听他的了。这不存在谁听谁，这不完全可以达成共识的吗？他也没听我的呀。不是人家说了在天津办了吗？我就想办一场，他也没听我的呀。我想着那我就听他的吧。可不能结这个婚，我告诉你，依据经验来说，这件事儿能续到你一辈子，随时随地拿出来就翻旧账。行，还有啥？还有就是对家里人这个方面，就像我不在的时候，姥姥嘛，七十八了，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爱赶个早事儿。她休息在家的时候，姥姥说想去个早市了，去哪儿溜达溜达，逛一逛菜市场啥的，就是想让她带着去，因为家里有车嘛，买的车也在家里放着。谁买的车？我买的。房你买在哪儿了？房买在就是现在她家附近这边。她家附近？对，因为我本来想的是。那地儿是你想买的地儿吗？不是，我本来想的是，因为我现在在天津港塘沽那边工作嘛，对啊，本来是想计划在那边买的，结果买到哪儿了？结果买到东丽这边。哎，对，他让步了，他房子他让步了。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，三个月回来才能正式的休假，然后三五天最多能待一个晚上或者几个小时，我不能因为他这个三五天几个小时，然后我每天上下班都上班四十分钟，下班四十分钟，然后还得走高速吧。行吧，反正这姑娘就是都得按我说的意思来，是吧？刚刚说的就是带姥姥去早市这个事儿嘛，姥姥让她带她去，她说你自己去吧，我也不远，我也不乐意走。是不是就觉得她这个宠大的女孩？对，就是没吃过苦。对，小姐脾气是不勤劳，不会持家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有点退堂鼓，是不是？对。了解之后觉得不是你想象的贤妻良母那个类型的，是吧？对的。
所以婚其实是不想结的，没错吧？直接说嘛，绕什么绕呢嘛？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嗯。三个月不能回家，回家只有几个小时，家里面的所有重担都落在你的肩上，你接得住吗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没孩子的时候可能还接得住，当有孩子，你要想十几年。这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上大学，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带。可能海源的收入相对高一些，但是你受得了吗？在没有了父母的帮助的情况下，你担得起来吗？第三，海源的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寂寞，寂寞有的时候会容易让人有一些变化，比如说不善跟人交流，比如说有一些想法是比较固执甚至是极端的，这种脾性你受得了吗？同样问您三个问题，一个漂亮的有性格的活泼开朗的一个女孩，三个月放在家里你放心吗？放心，你马上会回答。你犹豫了，犹豫很正常，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她。一个现在都不能持家的女人，未来有一个孩子之后，你觉得她能把那个家持得好吗？让你回到港口的时候，回到家里以后，热汤热面，觉得是到家了，能给你那种稳定感吗？她在家里持家能给你吗？想好。不用回答。其实海源娶一个妻子，女方是要付出很多的，所以你要想清楚，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，给自己的这个心爱的女人在心理上更多的支持，让她能够坚守在那个家里头，你要把这个问题都想清楚，兄弟，其实挺难的。所以知道你们今天来看到她的职业，听到你们的现状，我是挺担心的啊！你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冯红兄，女生，刚才赵川老师问你的几个问题很重要，我看到你沉思了，要好好想一想。你们两个人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坎，如果跨过去了，可能就是美好的婚姻；跨不过去，这一段恋情可能就戛然而止了。我认识很多的船员和船员的家庭，我做了30年媒体，赵老师说的一点没错，尤其做海员的家属，那真的是要做出牺牲的，一个月两个月的独守空房，这真的要对这个人的爱是非常深沉的。我们可以坚守，我们可以抵御来自各种诱惑，否则的话很难很难。如果那时候你把家搞得鸡飞狗跳，他在出海的过程当中，在驾船的工作当中是有安全危险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真的不要贸然决定说结婚还是不结婚，你们还需要认真的思考，明白吗？谢谢。再谈谈，了解了解。来，徐总，我觉得现在包括要见家长、婚宴的准备办几场，包括买房买车都太早了。你们俩的感情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，那就是妥协。两个人都不想妥协，为什么不能听我的？我想这应该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点了，都在这么说，没有为对方着想啊，谈什么婚论什么嫁呢？另外女生我问你啊，就是姥姥身体好吗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有想过她不好的那一天你怎么办吗？你应该做什么吗？还是大小姐的样子吗？还什么事让姥姥去做吗？不是。这个你有想过吗？没有。
如果连一个长辈自己怎么样去孝敬他的话都没有想过，你谈什么结婚啊？你要跟另外一个同样不成熟的小子生活在一起，一团糟啊！难道让你姥姥照顾你们两个人吗？我觉得如何爱一个人，我认为先从爱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，就是你的姥姥。如果你能够帮姥姥去分担家务，帮姥姥去照顾这个家，然后去多做一份这个家里你的贡献的话，那会儿再去谈谈怎么跟另外一个男孩子一起共同生活吧，好不好？男生啊，真的想娶这个女孩吗？想。拿出你的行动来嘛，勇敢地说出来，他有什么问题你看不惯，他应该做哪些调整，你自己有什么调整说出来，做出来才是真正奔着结婚去的那个样子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于老师，前边两位老师说要妥协，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好像两个人也妥协了。嗯，比如说买房子的位置妥协了，办婚礼也妥协了，看似两个人好像都挺强势都挺任性的，也妥协了。这婚能不能结呢？我看八九不离十也能结，没问题。但是我劝你们俩早点分了吧。知道为啥吗？你们的妥协的背后是压抑，带着气儿呢。他有点大男子主义哟，做事很认真也很固执哦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要是坚持点观点的话，也不逊于你哦。所以一个睡觉打游戏的事儿，也不是天天那样，偶尔一下放纵一下，都互相真的体谅一下无所谓。在这个事情上居然说了那么半天的事儿，那我都认为两个人会谈恋爱吗？哼，生活都过成那么认真的样子呢，还叫生活吗？你们俩能结婚，稍稍的怎么样就能结婚，但是你们过不一块去，因为你们俩性格在那儿，性格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改变，除非你们愿意好好的反省自己，否则的话总想改变别人，这事儿就成不了。想想吧。谢谢于老师。周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女生为什么去新疆见父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实施？他就跟我说工作突然间有调动，下不来船。是因为他吗？嗯。那好，见父母只需要3天，3天都拿不出时间吗？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说，到底是为了去新疆真正的是见父母，还是想要去玩顺便看看父母，谁在前谁在后，玩在前还是父母在前？父母在前。父母在前那3天就可以啊，你抽不出3天时间吗？抽得出。那为什么达不成一致？因为你们想要玩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想要解决我们真的要去拜见父母，因为我们两个特别重视婚姻这件事情。我真的要去男方父母家跟他的父母去见面聊天，我只是奔他父母而去，并不为其他。可是你都没有，所以你跟我说都是男方的问题，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你想玩。你们刚刚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句话，因为想要安排一个月去新疆，想要去玩一下那个地方，看一下美好的山川河流，顺便顺道看看父母，不是抽不出3天，是你们内心当中根本没有重视结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们原本从内心当中就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，干嘛在这个舞台上谈论结婚的大事？你们不妨谈谈如何去协商，在爱情道路上出现问题要怎么解决。就像我记得以前我们说吃火锅一样，说为什么后来四川有鸳鸯锅，鸳鸯锅是特别好的一个新发明创造。最开始吃火锅很多人不能吃辣，但四川火锅只有辣锅，后来开始慢慢有鸳鸯锅，一边是清汤一边是辣锅，辣的人也可以吃了，不吃辣的人也可以吃了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后来知道还有3个口味的锅，那就是生活呀，生活就是会出现问题，就是要你不停地去想办法解决，但你们两个弹性度都太低，所以你们在每一次觉得我妥协了我忍让了，忍让背后就是你们的委屈和愤怒。一段爱情如果带了愤怒，那一定是彼此的消耗和折磨。所以两位，我建议你们好好重新谈一下恋爱，重新学会如何去协商解决问题，到达成一件事情，做共同目标，哎，我们两个就愿意共同去做这件事情。当你们能达成目标，你们才能把恋爱谈好，才能有可能说要不要结婚。谢谢周老师，你有本事你试试，
自己出来住半年，也别结婚，你们恋爱着，你现在就把它当成是婚后的生活，就你们两个能过过，这半年你能过过来，你们再结婚。他都没有独立生活了，姥姥一直在照顾他的婚姻，他结婚对他来说是需要有人照顾的。这个人显然，他想照顾你都照顾不了，工作性质在这儿，发烧的时候就想喝杯热水，这个人就在海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自己的。你确定吗？宝宝高烧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不在，就在海上，他心里猫抓一样的，就是回不来，你咋办？想清楚，我说的就是想清楚。每一个对伴侣的要求，其实都是对你们海员的要求。你们也同样需要有包容，需要有宽容，需要有大的理解力和理解心，你们才能容下自己的老婆。像你这么苛刻、小心眼的，根本没戏。别说他了，给你换好几个也。人家也跟你这日子过不长。对于特种职业的朋友来说，选择永远大于磨合。选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，你们好好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听了老师们说了很多，我也想了特别多，自己也许还是不太成熟吧，在这段感情里还是太过于不想迁就自己了，也许也是还是自己的心智没有达到那么的成熟，能够支撑我们走向婚姻。但是我们确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，我想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吧，但是也看双方自己的态度了。我知道我有一些问题，我会努力，但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变成你想要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-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冯红兄，做个预测吧。男出女也出，双出。徐总啊，我觉得女出，因为她任性，男可能不出了，她理性一些。小玉老师，这家长还没见呢，俩人就牵手了，这也是个问题。从预测角度讲的话，是男出女不出，双出，必须双出。为啥？都既然想相爱，不妨勇敢一次，都给方法了还不愿意试一把。我们已经告诉困难在哪儿了，爬呗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快去看看去。好。